歡迎嚟到刨丁訪談室，我係 Mandy， 係我係 Bell。咁我哋咧今日帶大家嚟到灣仔嘅莊士敦道喎。唔好見我哋而家咁腳踏實地啊，其實以前都係海岸嚟㗎。係啊，灣仔咧喺1921至1929年咧有個填海工程喎，咁分別咧填出咗堅尼斯道、洛克道同埋謝斐道三條主要嘅道路嘅。係啊，咁咧工程開展之前啦。呢個莊士敦道咧，其實係海旁東嚟嘅喎，咁亦都係咧電車經過灣仔嘅主要路線㗎。阿 Bell， 今日咧帶大家嚟到對坡依間就係生活品味同埋時尚於一身嘅餐廳喎。呢個餐廳咧係位處於灣仔嘅中心地帶啦，咁係由。前身咧就係海富盛名嘅和昌大鴨啊，咁係由嘉華地產啦同埋市區重建局合作發展嘅，以修復同埋保育歷史文物為主題。係啊，咁對方咧佔地14000尺，樓高3層噶，咁由呢個香港土生土長嘅藝術家同埋兼任導演嘅黃炳培咧親自設計嘅，咁佢設計概念咧就創造一個集合吃喝玩樂於一身嘅城遊樂場嘅喎。咁我哋去遊樂場睇下啦。好啊。而家咧 3G 手機咧好普遍喎，喺隨時隨地都可以上到網。係啊，其實而家仲發展緊 4G 添啊。其實咧喺高速流動寬頻呢個應用裏邊咧，可以衍生到好多唔同突破性嘅應用嘅喎。咁其中咧 M2M 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咧亦都可以俾到好多電信嘅網絡商啦，有寄予厚望添。咁你知唔知咩叫 M2M 啊？當然知道啦。咁 M2M 咧即係 machine to machine， 係透過唔同嘅電子裝置，透過呢個網絡咧交換呢個信息嘅喎。咁例如可以幫助呢個物流啊、保安等等嘅唔同嘅社會應用同埋服務咧，提升呢個效率噶。阿 Bella 頭先咧喺個露台嗰度咧，就最適合下晝咧同啲 friend 食個 tea 啦。而呢度咧就最適合情侶咧喺度燭光晚餐。咁唔係咁講嘅，咁屋企人都要好有個氣氛噶。咦，係喎 ，Mandy 頭先講咗 M2M 嘅喎，我哋係啊 ，M2M 咧甚至可以改變到人類嘅生活添啊！咁其中咧流動通訊方案咧更加係重要嘅一環啊！咁咧喺唔同嘅國家啦、唔同嘅行業，而家已經用緊商業流動嘅方案嘅喎。係啊，例如咧就有呢個能源同埋公共事業啦、汽車、醫療護理同埋呢一個流動運算等等嘅。其實呢啲行業咧引入咗呢個新嘅科技之後咧，都作出咗好大嘅改變嘅喎。船上邊咧落翻嚟㗎，真㗎，其實好得意㗎。呢度咧係啲戲院凳嚟㗎，好古色古香㗎喎。我坐先啊，2號先，坐下先。不過其實喺度坐，不如我哋去啲風風路飲杯嘢啦。哇，你坐又舒服添啊！好啊。哇，呢度咧呢啲都係船上邊嗰啲燈嚟㗎喎。哦，係喎，都幾有懷舊感啊，係啊。M2M 咧仲有好多好處喎，好似能源嘅消耗會更加少啦，咁更加安全啦，效率會更加高啦，仲會用戶嘅反應會更加好添喎。有咁多嘅好處咧，所以好多人咧都話咧 M2M 係一個好有前途嘅商機嚟嘅。係啊，其實 M2M 咧都好幾個市場增長動力嘅喎。第一咧就係個流動網絡供應商咧對相關嘅行業咧拓展方面都越嚟越大興趣嘅。咁第二咧就係因為呢個軟件等配套嘅設備咧開始齊全嘅喎。咁喺呢個基礎嘅 M2M 平台上面作出呢個發展咧就變得更加容易啦。第三咧就係客户嘅需求咧越嚟越增加，好似汽車同埋對安全性嘅要求咁樣啦。咁第四咧就係相關嘅科技咧越嚟越普及化，越嚟越平啊。咁例如咧連接嘅費用啦，同埋固定嘅費用咧都下降緊喎。係啊，其實個四個咁重要嘅動力咧，流動網絡果然造就咗 M2M 百億嘅商機啊！環保啊，其實香港政府咧喺舊年推出咗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
港嘅商業、工業同埋住宅用戶啦，為大廈計算出佢嘅能源啦，同埋二氧化碳嘅總排放量喎。咁之後咧，就會進行一個大廈嘅改善嘅能源效益嘅工程啦。預計咧三年之內咧，會有超過1600個住宅咧會受惠嘅喎。係啊，雖然咧香港政府帶頭喺呢個能源效益，但其實香港咧對呢個能源效益管理人才方面咧，其實都好渴求嘅喎。因為其實香港冇乜呢一方面嘅人才咧嚟，而嚟喺因為始終能源效益管理嘅領域咧係香港嘅新興嘅行業，所以咧喺政府推動方面咧都係缺乏少少嘅比較。學識香港冇相關嘅認證課程啦，目前只有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咧有提供認可嘅課程就咁咧喺缺乏專才咧同埋培訓資源方面咧，所以咧斯萊德電器咧就希望加強同埋加快本土嘅培訓步伐，所以咧就推出咗一個網上學習平台 NG University。其實咧已經有24個課程噶啦，咁將來會增加至65個，出年仲推出中文版添啊！咁其實喺香港啦，能源效益呢方面咧個發展實質數字咧，可能都未係好準確咁出到嚟，但我哋相信咧，從事能源效益咧會成為香港最吃香嘅一羣雞未來。男女廁是同一個地方嚟嘅喎，啲鏡咧，所有雙龍座都好古超古色古香咁啊！係啊，好有傳統嘅味道喎。智能手機咧嘅功能咧越嚟越強大咯，成為企業員工咧外勤必備嘅裝置啊！但上集嘅每週集二咧都提過啦，企業如果開放佢哋嘅系統咧，俾員工去登入咧，其實咧好容易造成保安嘅漏洞㗎。係啊，其實以往咧，企業都要為翻員工準備翻佢哋嘅流動裝置嘅，但都以多數都以個 background barrier 為主啦。咁但係如果保安就比較好嘅。可惜咧，而家咧啲好多員工都用翻自己智能手機上網存取呢個企業嘅資訊嘅喎，例如 email 啊、schedule、ERP 系統等。咁高風險咧，當然由網絡邊緣着手啦。而且可以加強監控同加強管理啊嘛，咁而 New Mobile Network 咧就針對呢個情況咧，提供咗一個安全登入平台啦。係啊，咁佢哋主要嘅固網保安技術咧，就包括 SSL VPN 啦，統一存取控制同一個廣域網嘅加速嘅。New Mobile Network 咧就設有智能手機嘅用戶端連接 Juno Plus 啦，無論你以 WiFi 啦、4G 啦、3G 啦，都可以咧以SSL VPN 咧加密連線嘅喎，係啊，仲可以以呢個 UAC 政策咧監控同埋管理呢個資訊嘅存取嘅，咁保障翻咧呢個企業啦，同埋佢個網絡咧對流動用戶嘅安全嘅喎。嘿，入咗啦！我咁方便有反應，我平時有練習添啦，快啲入埋呢個波先啦。另外咧，全新流動安全登入平台咧，除咗可以支援唔同嘅網絡流動技術之外咧，仲可以加入 UAC 啦，同埋廣域網加速以外嘅網絡服務噶喎。係啊，咁不僅可以保障翻 IT 投資啦，亦都可以幫助呢個企業同埋網絡咧，為日後變化莫測咧嘅市場作出咗最好嘅準備噶。咁我哋今日咧要特別名謝 Press Room， 多謝咗佢旗下嘅餐廳 The Pond 咧，俾我哋拍攝噶喎喺度。嗯，是啊，咁平時咧可以帶多啲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情侶可以嚟過。咁今集咧時間又差唔多啦，下一集庖丁訪鹹室再見啦，拜拜。拜拜。